我是阿瑞亚，今天呢是一个开箱视频，开箱应该说是拆快递视频吧。我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些运动的单品，还是我在 ins 上看见的，我看他家的图片真的是太好看了，所以我就想买来试试，而且真的很便宜很便宜。他们家是卖属于欧美风的运动单品的，就是一些什么ins 上特别火的袜子啊，还有卫衣啊，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运动短裤，都是一身给你搭好的，你可以买搭好的，也可以单买，然后自己搭配。反正等了这么久，它终于到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叮叮叮，现在我已经拆好了，然后我买的是一条粉色的短裤，给你打开看一下，就这样一条粉色的运动短裤，很便宜。是14.95块，我是跟他为了配一身，所以买了一个他家的卫衣。我真的太爱粉色了，可能人上了年纪都比较喜欢粉色。看，我买了一个是属于超大款的，特意买的是大号的，因为我喜欢那种 oversize 的感觉。这个是我买的是 L 码，然后刚刚裤子我是穿 S 的，衣服买的是 L 码，这件衣服是29.95块，有没有很便宜？而且这个质量摸起来还不错，特别的柔软。我还买了条他家同款的一个黑色的，这个就可以随便搭你的卫衣，随便什么都好。因为最近也不怎么出去，只要出去都是买东西啊，它穿特别舒服，就可以随便穿一身出门，都很好看。这条黑色的袜子，这个袜子也是我为了配这身粉色的欧美风，然后搭的这种属于染色的系列的这种染色感的袜子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双黑的，是特别长筒的袜子，比这个粉色的要长，这个就可以随便搭。换一下给大家看吧。好啦，我已经换好他家的这个衣服了，你看这个粉色有没有很显白，是不是真的真的很显白？我觉得穿上之后显得我的脸特别的白，特别有少女气息，有没有？我就是喜欢这种大大的感觉，袖子可以把手遮住，有没有很显白？是不是少女感十足？这种搭配都要配一双白鞋。好啦，我这一身就搭完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很好看。我真是很喜欢哎，它这个料子摸起来还特别的舒服，然后搭配它这个裤子，然后这个短裤你可以看到它是在大腿中间部位的，没有提到特别高，所以还露出一个边边，还挺好看的，有没有很不错？然后随便配一双小白鞋就一定会好看。然后现在这个天出去刚刚好，因为有一点点凉，但是还是蛮热的，中午摸粉的话，所以还蛮好看的，第一套没有踩雷哦。真的很好看，有没有？真是太喜欢这种袜子了，屁股太胖了遮住，是不是还蛮好看的？好喜欢这身哦。超显白的一个颜色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我觉得这身我还挺满意的，真的感觉不错哎，粉粉嫩嫩的。因为要搭配这个黑色的裤子，我选了一个黑色的卫衣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心机在这里，用这个荧光绿的颜色提亮你整个搭配，因为我选黑色的搭配了，一定要有一些亮点。好啦，我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见。